诗篇126篇1-3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根据圣经精读本，诗篇126篇的作者不详，从内容来看，似乎是为了纪念从巴比伦俘虏生活得到解放而作。本诗表现了从秘掳之地得到释放的感激之情，表现了对成就这份救恩的神的信仰告白。虽然我们屡屡犯罪，神通过惩罚和责打定义施行救恩。这首诗的内容可以分为两段，今日的经文一至三节是第一段，描述从俘虏生活得到释放的感动。诗人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神过去怎样从你被掳的人生中释放你，让你过一个梦寐以求的人生呢？以你活泼的生命见证上帝行了大事，向耶和华上帝发出感恩和赞美。撒母耳记下20:14-22:20。士巴走遍以色列各支派，一直到伯玛加的亚比拉城，他的本族比利人都聚集起来跟随他。约押率领大军来到伯玛加，将士巴围困在亚比拉城内。他们收足攻城的高台，冲击城墙，有一个聪明的妇人从城上喊叫：请听我讲，请听我讲，请约押到这里来，我有话要对他讲。约押就走上前去，那个妇人问道：你是约押吗？约押答道：我就是。妇人说：请听婢女讲几句。约押说：你讲吧。妇人说：古时候的人都经常讲，有事就到亚比拉去请教，问题都会解决的。我们这一座城的人在以色列素来都是热爱和平，忠心耿耿，你却要毁灭这一座大城，你为什么要吞掉耶和华的产业呢？约押答道：我根本不想吞掉或毁灭这一座城。以法莲山区比基利的儿子士巴背叛大卫王，你们只要将他交出来，我就撤退。那个妇人说：我们一定将他的首级从城上抛下来给你。妇人将自己的良策告诉众人，他们就将比基利的儿子士巴的头割下来抛给约押，约押就吹响号角，令军队各自回家，自己回耶路撒冷见王。约押负责统率的以色列全军，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亚多兰管理服奴役的，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担任史官，示法做书记，撒督和亚比亚他任祭司，雅尔人以拉做大卫的祭司。
在大卫执政期间，连续有三年饥荒，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发生这个饥荒是因为扫罗一家人的血债，他们杀害了基遍人。原来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亚摩利人的遗民。以色列人曾经起誓不伤害他们，但是扫罗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试图铲除基遍人。大卫就召来基遍人问他们，我可以为你们做些什么来到赎罪，使你们愿意祝福耶和华的子民呢？基遍人答道，金银能够解决我们和扫罗一家人的问题，我们亦都不想处死任何以色列人。大卫说，那你们要我怎样处理呢？他们说，扫罗曾试图灭绝我们，将我们从以色列境内铲除，请你将扫罗的七个子孙交给我们。耶和华选立了扫罗，我们就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吊死在扫罗的家乡基比亚城。王说，我必将他们交给你们。大卫王因为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在耶和华面前起过誓，就没有将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切交出来。他将埃及的女儿利斯巴为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切和扫罗女儿米拉为米荷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列所生的五个儿子交给基遍人。基遍人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七人吊死在山上，那时候正好是收割大麦的时候。扫罗的嫔妃埃及的女儿利斯巴在一块磐石上用麻布搭了一座棚看守尸体，他们白日不让飞鸟靠近，夜间不容许野兽走近，从开始收割大麦一直守到降下雨来。大卫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去基列雅比人那里将扫罗和约拿丹的骸骨运来。从前非利士人在基利波杀死扫罗和约拿丹，将他们的尸体挂在伯山的广场。后来基列雅比人将尸体偷走了，大卫运回扫罗和约拿丹的骸骨，又收敛了扫罗那七个子孙的骸骨。众人按照大卫的吩咐，将扫罗和约拿丹的骸骨埋葬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墓里，在便雅悯境内的洗拉。此后上帝垂听了人们为国家的祷告。以色列人又和非利士人交战，大卫亲自出征。在他十分疲倦的时候，一个名叫以实比诺的巨人佩戴新刀，手拿三公斤半重的铜矛，冲上来要杀他。洗努亚的儿子亚比西赶来救驾，杀死了非利士巨人。这件事以后，大卫的部下向他起誓说，你绝对不可以再跟我们一起出战，免得以色列的灯熄灭啊。后来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在哥伯打仗，户沙人西比该杀了另一个非利士巨人撒弗。在同一个地方，伯利恒人雅雷俄尔金的儿子伊勒哈南又杀了加特人哥利亚。哥利亚的长矛粗如织布机的族。在加特的一次交战中，有一个非利士巨人每隻手脚各有六个手指和脚趾，共二十四个手指和脚趾。他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士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四个加特巨人的后裔都死在大卫和他的部下手里。耶和华从扫罗和所有仇敌手中拯救大卫那日，他向耶和华吟唱这首诗。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堡垒，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是保护我的磐石，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力量，
是我的堡垒，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你救我脱离残暴之徒，我求告当受重赞的耶和华，他就从仇敌手中将我救出来。死亡的波涛环绕我，罪恶的狂流淹没我，阴间的绳索捆绑我，死亡的网罗笼罩我。我在苦难中呼求耶和华，向我的上帝求助。他从殿中垂听我的呼求，我的声音达到他耳中。他一发怒，大地震动，穹苍的根基摇晃，他的鼻孔冒烟，口喷烈焰和火炭。他拨开云天，脚踩密云，亲自降临。他乘着基路伯天使飞翔，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藏身于黑暗中，四围以密云作幔幕。他面前的荣光中发出道道闪电。耶和华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利箭驱散仇敌，发出闪电击溃他们。耶和华斥责一声，他的鼻孔一吹气，海底就显现，大地亦都露出根基。他从高天伸手找住我，从深渊中将我拉上来。他救我脱离强敌，脱离我无法战胜的仇敌。他们在我危难之时攻击我，但耶和华扶持我。他领我到宽阔之地，他拯救我，因为他喜悦我。以法莲山区比基利的儿子示巴背叛大卫王，最后因为亚比拉城妇人的良策，被亚比拉城的人割下头来抛给约押，平息了示巴的叛乱。在大卫执政期间，因为扫罗一家人杀害了基遍人的血债，以色列遭受连续三年的饥荒。结果大卫要交出扫罗家后裔七人，被基遍人吊死在山上来赎罪。这个流人血的债才得到平息。上帝是公义审判的主，恶人和恶事神都必审判。上帝亦都是拯救人的主。正如大卫的颂歌，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堡垒，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是保护我的磐石，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力量。求主怜悯赦免世人心中某神，结果自招灭亡，好似示巴。不单止自己得到报应，罪的恶果更加自父及子，祸及自己的后人，好似扫罗。使徒行传一章一至二十六节，提亚菲罗亚，在前一封信中，我从耶稣的生平和教导开始，一直谈到他藉着圣灵吩咐了自己选立的使徒，然后被接回天上。他受难后，用很多确凿的证据证实自己活着，
在四十日之内屡次向使徒显现，同他们谈论上帝的国。有一次耶稣同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叮嘱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那里等候我对你们讲过的天父的应许。因为从前约翰用水给你们施洗，但再过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就问他，主啊，你要在一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耶稣回答说，天父照他的权柄定下的时间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后，你们必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耶稣讲完这番话，就在他们眼前被提升天，被一朵云彩接去，离开了他们的视线。他上升时，他们都定睛望住天空，忽然有两个身穿白衣的人站在他们身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在一道望住天空呢？一位离开你们被接到天上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天，将来他亦都是要怎样回来。于是他们就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橄榄山距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是安息日允许走的路程。他们入城后来到楼上自己住的房间，当时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阿纳斐的儿子雅各、激进党人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他们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细佬们同几个妇女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那时约有120人在聚会，彼得就站起身来讲，弟兄们，关于大人捉耶稣的犹大，圣灵藉着大卫的口早已经预言，这段经文必须要应验。这个人原本是我们中间的一员，同我们同担使徒的职分。犹大用作恶得来的钱买了一块田，他头朝下栽倒在那里，肚破肠流。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耶路撒冷，当地人称那块田为阿格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彼得继续讲，诗篇上写道，愿他的家园一片荒凉，无人居住，又说，愿其他人取代他的职位。所以我们必须另选一个人代替犹大，同我们一同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他必须是从主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起，一直到主升天，始终与我们在一起。被提名的有别号巴撒巴，又叫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两个人，大家就祷告说，主啊，你洞悉人的内心，求你指明这两个人中间，你要拣选哪一个来担负使徒的职分。犹大丢弃了这个职分，去了他该去的地方。然后他们抽签抽中了马提亚，就将他列入十一使徒中。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感谢主藉着路加在使徒行传的记载，让我们知道初期教会的历史，并得着鼓励。感谢耶稣，他在受难之后用很多确凿的证据证实自己活着，在四十日之内屡次向使徒显现，与他们谈论上帝的国，更加赐下圣灵给门徒及一切跟随他的人，使我们得到能力为他做见证。耶稣的同在、教导和应许，让我们见证到门徒回应耶稣的美丽图画，就是门徒、耶稣的家人和妇女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
寻求上帝的心意，重新选立代替犹大的使徒来承担使徒的职分，托付初期教会使命人生，以致福音被传广，历世历代的信徒继续成全大使命。箴言十六章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言是恶祸论提醒世人骄傲的可怕结果。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傲是败落的预兆。骄傲的表现不一定是夸口自己的成功，或者在人前表现自己的行为。相反，骄傲往往是内在的思想和意念。即使我们不表现在人前，对别人的轻视或者批评亦都是出于骄傲的心。求上帝的灵时刻谦卑我们骄傲的心，叫我们保守己心，不至因为骄傲沦亡败落。六月三号灵修思考问题：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后，你们必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境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作为耶稣呼召的门徒，你是不是经历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能力，以致你无论在哪一度都为这个大能的福音作见证人呢？亲爱主，感谢你升天前对门徒的吩咐，叫他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以致他们能够得力量为你作见证人。求主叫我们今日亦都有渴慕等候圣灵的心，叫我们得力为主从耶路撒冷至犹太全境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你的见证人。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复活有得胜的名求，阿门。